关圣帝君圣诞将届，竹山镇克明宫热闹举办关圣帝君圣诞千秋艺文康乐晚会。县长李明珍和议长何顺峰、议员蔡宜柱及多位镇民代表都一同到场致意。林县长并带领民众以山鞠公礼向关圣帝君致意，并祈愿县政顺利及县境平安。竹山镇克明宫热闹举办关圣帝君1859年圣诞千秋艺文康乐晚会，县长林明珍和议长何顺峰、议员蔡宜柱以及多位镇民代表都一同到场致意。县长林明珍表示，该宫在主委杨飞武以及李建士努力下，结合关圣帝君圣诞以及艺术文化，将活动办得有声有色，也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与，这份用心值得肯定。刚刚嘛，真感谢大家吼，咱的关圣帝君啊，这圣诞啊，大家这么虔诚吼，大家把咱的关圣帝君啊，来庆祝伊的生日吼，啊，我相信呢，咱关圣帝君啊，我定会庇佑大家吼，在座吼，咱这二天啊，咱的各位显然胜利吼，大吉啊，咱各定给你庇佑大家吼，金银多。啊，大家家庭平安，事业顺心，啊，大家赚大钱。啊，我伫遮咧，啊，嘛要吼，真心咧感谢各位啊。啊，我做三年七个月馆长吼，啊，会使哩啊，咱咧馆民吼，大家拢真正啊，把我效果支持啊。啊，所以咧，啊，咱伫这个，咱专攻吼，啊，这个施政的满意度啊，咱南投县啊，拢会排入前头前吼。杨主委表示，农历6月24号是关圣帝君圣诞千秋，庙方每年都会办理艺文康乐晚会活动，邀请学校以及民间社团一同庆祝，也希望信众抱着欢乐的心情来欢庆关圣帝君圣诞。艺文康乐晚会由玫瑰启智中心带来樱桃小丸子、博士市场以及武术等三首表演，随后延平国小东普瑞儿童剧团登场，内容逗趣诙谐，炒热现场气氛。民善关怀协会、美姿土风舞班等14个社团也接力演出，场面相当热闹。